相信刘德华是不少人心中的男神，在昨天华仔出席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时候，成为不少人的集邮目标，而内地一线女星佟丽娅亦化身成为迷妹，表示在现场见到华仔非常紧张，她在微博一连发出了多个 post。佟丽娅这个追星举动引起不少网友关注，纷纷为她打气，到了深夜一点的时候，她就出了一个 post， 贴上了同华仔的合照，最终佟丽娅成功追星，成为今日微博热搜的第一位。